而且他的打击动作有点跑掉。回棒落空，这个外角的变化球，三振掉的郭修炎是不用每一球都要飙很快很快啊，只要把控球弄好就好了。这是重点。一垒方向滚地球，云德龙遭到了刺杀，形成两出局。所以尼克本来一开始来的时候，球速真的很快，一直在飙。后来最近几场看他球速有降，然后控球变好了。对，可能郑智森也有跟他做一些互动。对啊，一垒界外区又找到郑兆航尔，哇，守一垒真的厉害，对他来说太轻松了。三上三下，刚刚出局的是黄浩然，四局上半拉米狗没有得分，还是维持3-2，1分领先。